计划实施的日子就是今天。我们现在去找佳明吧，希望一切顺利。你一大早上就在这里玩游戏啊？这次谁输谁赢？你又要请人喝早茶了吗？不是吧，派蒙，你把我说得很差劲啊。啊，巧了，你们正好都在这里，有一份重要的委托要拜托三位了。行，我有时间，东西在哪？是课标，得把一位俏英庄茶商连人带货送来离月港这边，有位大客户指名道姓要见他。好，地址呢？给。这么大阵仗，肯定是非常紧急非常重要的委托吧。嗯，时间当然是越快越好，建议你们尽早出发。好，龙舟哥你也注意休息，别硬撑，我们走先。今天路上话有点少哦，要不要讲个故事？哎呀，快到了，我们下次再讲吧。
你就是那位茶商对吧？我们是来送镖的。哦，老爸。哦，原来你就是佳明的爸爸呀，久仰久仰。这趟镖交给佳明，你就放10000个心吧，佳明他可厉害了，不仅是镖局内外，就连离月港总务司里的人都对他称赞有加呢。还是混出了点出息。货都在这里了。齐了，那就走了。我们大客户指名道姓，你可不能不来啊，那样不光我们没法交代，你也错过了赚钱的好机会。唉，我知道，那就辛苦几位了，走吧。不少路了，大家累不累？要不要停下来歇一歇？我还好。佳明，你不是一般都会随身带些点心的吗？分大家吃点呗。我就不用了。哇，那个冬蓉酥很好吃的呀，叶叔是不是没吃过呀？太忙了。这里地势开阔，行，就在原地稍稍休息下吧。佳明呢？你不一起坐坐吗？我不累，我望风先。可是……不用劝他。好吧，那我们自己吃。我跟你说，等等，谁在那里？哎，我动静太大了。别说这些，正事要紧。可有金银细软之物？快些放在此处。啊，这下可怎么办？两个人。看起来并没有其他帮手，要想打退他们不难，就怕他们是冲着老爸去的，另有什么埋伏。安全起见，这里交给我，我来应付他们。旅行者派蒙，你们带着我老爸和货物走线。太危险了，佳明。这就是我的工作。属实扎手，走也。寻个软包袱再做打算。哪能这么简单放过你们？走也，走也。佳明，别担心了，都说了佳明身手很好的。
上次他一个人对付十来个盗宝团都没问题的呢。可是佳明，这孩子要是当初愿意留在我身边学做生意，哪会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？我们还是听佳明的，先往前走吧。要是这附近还有其他埋伏就糟了。看来目前一切顺利。走到这里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啊，钟离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位兄弟，听我一句劝，把你的线收一收，快走吧，这附近有劫匪出没。劫匪？哎呀，这光天化日之下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听说近来染风寒的人不少，派蒙要是嗓子不适，可以坐下喝些茶水。啊，不是不是，我就是饼吃太多了。既有劫匪，诸位和附近的千言军说一声便是。哦，既然先生术业有专攻，将这些事交给专家去办，你意下如何？哎，说的也是，我们寻常人士倒也不必在这里添乱。嗯，就听你们的。风光正好，我们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妨寻个清静地小坐片刻，振振心神，等候佳音。嗯，如此甚好。像这样悠闲安稳的时光，如果再多一点就好了。我真贪心呐。其实叶叔会紧张也是有原因的啦，毕竟我们的镖师佳明是他儿子嘛。佳明，这个名字我也略有耳闻，是近来在城里表演武兽戏的那位吧？哦，钟离你也看过吗？嗯，那位少年人功底扎实，技巧纯熟，与泥兽的配合更是天衣无缝。近来武兽戏在离月港小出风头，不过虽是萌芽出现，其间种种难处却非看客轻易能明白的。若要我说，还是迎难而上的精神最为难得。我有几位茶友也曾提起佳明为人热心，侠肝义胆，有如此德才兼备的孩子，叶叔应该很是欣慰啊。他也跟着大伙叫人家叶叔啊？嗯，哦，他是挺努力的。等佳明回来之后，你也多当面夸夸他呀。这佳明少年出城，心性又炽烈，嗯，倒也正常。叶叔要是不便开口，有什么事我们也可代为传达。这怎么行呢？这样不妥。唉，也是一桩陈年往事了。其实我们父子俩之间有些说不开的事情。我做了大半辈子茶叶生意，总想着要孩子也学会这做生意的门路，不然他以后要怎样养活自己。但这几年听说他走镖越来越顺，
去的地方越来越远，而且还放不下他那五兽戏。我这心里既是高兴又是担忧。年轻时谁不是身强力壮，一口气能吃三碗饭，这老了怎么办？每次想到这种地方，我就觉得自己的判断没错，不该服这个软。我甚至好几次后悔，早知道他小时候就不该带他去看什么武兽戏。父辈想给小辈铺平道路，任谁听了也都能明白这份用心，叶叔无需为此烦忧。钟离先生看着岁数不大，竟也如此有心得，莫非是我错估了您的年纪？呵呵，叶叔客气了。实不相瞒，我有一位老朋友，家中数位女儿都已独立，她与您不同，比起为小辈烦忧，倒是更愿意放手一搏，让孩子自己去闯。那她可真是想得开呀、啊、我怕是不够豁达。哦，对，刚才就想说了，钟离兄不必客气，若是愿意喊我一声叶兄就好。好。所以钟离兄也觉得我太爱操心了吗？哎，叶兄此言差矣，关怀子女本是应当，不过就像近来四处飞舞的风筝，线绷得太紧未必就是好。我那老友常说，儿孙如有凌云才智，只想去九天一探，再扯线不放，风筝怕是更易坠地。唉，还是我迂腐了。家人情谊不可以迂腐称之，叶兄需要的不过是稍稍放宽心。叶兄乃重情之人，不如将挂念家名的时间分出一些，四处走走，饮茶观景，说不定眨眼便有惊喜。眨眼哪有这么快呢？一天一年，又或是一刹，小辈的成长总在不经意间。叶兄一个做父亲的最是明白。佳明这小子可不是嘛，一会儿不看着翅膀就硬了。这家伙说得头头是道呢。哎，佳明回来了。佳明，我们在这边。老爸，还有几位。哎，往生堂的钟离先生也在啊。哼，相遇是缘，就一同闲聊几句。都解决了？算是吧。算是。旅行者派蒙，你们跟我过来先，有事要找你们。嗯。啊？哦，好吧。直说了我，那两位劫匪是你们安排的人吧？哎，一上来就问这个。派蒙都不敢看我，那就是我说对喽。好吧。你是怎么猜到的呀？他们刚开始大摇大摆的，举止有些太过做作，但一追上去我就发现他们本事了得，明明差几步就能追上，却始终差着这几步。但凡有这样的身手，换个计划，比如趁我们松懈的时候直接偷袭会更稳妥。除非说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引开我。看不出来你脑袋转得还挺快的嘛。主要还是经验咯，我和狠辣的劫匪交过手，从没见过这样的。我最后还劝了他们呢，如果想要改邪归正，推荐他们当镖师，随时都可以来离月港找我玩呢。你也有点太会交朋友了吧。你们是想帮我忙缓和我和我老爸的关系？我很感谢你们，但这件事说到底也是我和我老爸日积月累的矛盾，
别说坏人是假的，就算是真的，我把他们制服带回来也改变不了结果。他问我话时的态度你们都看到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你父亲背地里很担心你，他都跟我们说了。原本有重力劝他，他到最后差一点就要松口了。唉，你不信吗？他是不会松口的，他对别人说的再多，对我也不会说，我是知道的。是啊，你告诉过我们你想拿出成绩来，你要不要也把自己这些年的努力告诉你父亲呢？不会有用的吧，单凭个讲字。有没有用要试过才知道，就像东西好不好吃要尝过才知道。听我们的，去对你的父亲用用你的与人交往小技巧吧，把他变成能理解你的朋友。我尽量。钟离兄当真有学问，佩服佩服。没想到我一个做了几十年茶叶生意的人，今天倒从钟离兄这儿学了不少品茶的心得。叶兄谬赞，不过是些个人浅见。你们这是趁我们不在喝了多少杯啊？和叶兄聊得投缘，我二人情谊正如这杯中名茶，甚是浓醇啊。嗯，钟离兄所言甚是。佳明，钟离先生博学，你平日在离月港遇见这样的有识之士，要多问多学。哦，知道了我。嗯，钟离。哦，叶兄，聊天虽好，可惜我这里有些堂主托付的工作尚未完成。哦，嗨，这你不早说，是我不好，拖了你这么长时间。钟离兄，你忙你的，改日找个你方便的时间，我请你喝早茶。一定。我们送送你。你们先聊。刚才真要谢谢你帮我们劝说叶叔，还好你读懂了我们的暗示。与你们二位相处的久了，略有经验，举手之劳不足挂齿。嘿，你这脾气倒是一直没变啊。不过钟离，道个别而已，你怎么走了那么远？只要他们听不见不就行了？还有一位朋友正在过来。二位。香，怎么连你也来了？我一直在。悠悠风筝，莫不是那位神出鬼没的堂主又要来望舒客栈？不知他此番又是所谓何事。也罢，依照堂主与帝君钟离大人的关系，我不妨去问候一声。啊，竟然是您，还以为是胡堂主。来得正好，要试试这个新玩意儿吗？装配动力装置之后起飞更为稳定，只可惜竟如此投入地研究起这个来了。只可惜过于稳定了，无缘得见风筝在空中的左右摇曳之姿，似乎有些遗憾。其实这番是堂主差我出来买些海灯节要用的物品。我明白，年年如此，明年想必也会如此。嗯。哦。
不对吗？买些芝麻油什么的。只是在想，堂主为何沉迷海灯节期间用芝麻油拌菜吃？难道是香菱大厨的见解？小，你觉得呢？我与胡堂主见的次数不多，恐怕很难回答。哎，说明你得多来见见往生堂的人，闲暇时也可到堂中坐坐。这是传统无机械装置的风筝，堂主让我研究研究两式风筝的区别，选出更具趣味的一款。一人只有两手，另一只风筝就劳烦你来放飞了。哦，好。我已做过比较，若是追求速度，还是装上这轻。好，我会转这两只风筝，就存放在你处，平日找些朋友一起赏玩，不失为雅趣。哦，可是谁爱玩风筝？这个嘛，就要靠你的才智去发掘了。原来你是差使萧去放风筝了呀，还是在替胡桃是非？之前都没好意思问。怎么能叫差使呢？只是盛情邀请萧一起试飞新潮物品。哎，该不该说竞争对手又多了一个呢？萧呢？你喜欢放风筝吗？谈不上喜欢与否，看他逐渐升上高空的样子，心中倒是轻松，或许是与萧灯有几分相像吧。亦是一种放松，如此便好。萧有没有考虑自己扎一只风筝？刘云已经教会我们做法了，想学的话可以教你。那就不必了，我们之中只有麋鹿对创作纹饰感兴趣，等海灯节结束，若你有空便来铜雀的庙宇附近找我吧。天色不早，我也该回去向堂主汇报成果了。胡桃最近怎么样？替我们向他问个好哦。上回堂主说起，过几日想往俏英庄走一趟，二位如有闲情，也可择时前往。届时若能在庄中偶遇，不妨再一同叙叙旧吧。好，我们记下了。那钟离慢走，回头再见啦。回见。老爸，你说先。我没什么要说的。那我说吧，我还是想在离月港。哦，我不支持，但喂，你这孩子，听人把话说完。来来，申鹤这边坐，这一路上赶路累了吧？嗯，不累。师父，他们已经走远了。好，师，还记得本仙跟你说过？记得，师父。宜喝什么，我就喝什么。好。闲云宜和申鹤怎么也在？到底出动了多少人？我还是先坐着好了。姨正好买了些松萝仙芽，名字动听，味道也好。只是最近天天都在消耗这批存货，连本仙也有些喝腻了。算了，不想这些，聊天要紧。节日期间工作很忙吧？有没有遇上什么需要姨出手帮忙的事啊？有过醉酒闹事的人，我按姨教的，把他们的头按在桌上了。啊？闲云姨和申鹤，他们这是认真的吗？糟了，只想着要和申鹤演一出戏，忘了申鹤是个不寻常的孩子。啊，我是说，申鹤有没有交上了点新朋友啊？你我住那么远，有朋友在我才放心。我之前的情况都和姨说过，最近夜深的时候，
我会去厨房和锅巴聊天。锅巴不会说话，但有了这份陪伴，我心安很多。唉，这家孩子真是可怜，连个能谈天说地的朋友都没有。这样想想，佳明也还是挺好的吧？是不是不该对他要求太高？不说这些了。申鹤接下来有安排吗？要不要和姨出去哪里玩？这还差不多吗？关心关心孩子，让他多放松放松。是说像以前那样，从早到晚背着石头上下山，路上摘点花草当晚饭吗？如果是您的要求，那我去。老爸，你喝口茶。我意思是，你别喝茶先。哎呦，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。佳明啊，我刚刚话没说完。我不支持你待在鲤鱼港，因为那样太苦太累。你要是回家来，也不说你爸我了。我知道我们脾气太像，平时就不对付。就说我们这一大家，你阿婶阿伯谁都愿意帮你的。你换份轻松点的工作，我们有空还能一起喝早茶。师父，原来早茶很重要吗？嘘。哎，你再想想，考虑考虑，要再晚些给我答复也行。老爸他原来真的改变了很多，放在以前，他是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的。但是，我……老爸，谢谢你。唉，时间应该留够了吧？希望他们父子两个已经和解了。两个人都闷着声喝茶，感觉不太妙。闲云的计策没起到效果吗？二位，我们和朋友道别了，一不小心就聊了很久的天。正好。我们也喝得差不多了。嗯，那就走了，我去拿行李。佳明这小子还真是长高了不少。全力打っておくタイムス。刀剑抱月，明宫怀宝。师父，师父问什么我就答什么，但师父和那位先生的反应让我有些疑惑。不，过程稍有变数，但既然结果好，计策就属成功。我帮上忙了？自然，不染尘埃也是申鹤的特点所在，做你自己就好。就是叶德先生对吧？一路过来辛苦了。我是枫丹蒸汽鸟报记者夏洛蒂，这次除了买您的茶叶，还想顺道做个简单采访，不知道您方便吗？采访？这是要替我的茶叶做广告？嗯，可以这么理解，我们枫丹人也是很爱喝茶的嘛。枫丹市场啊，那我可得认真准备，需要时间。最好能坐下来，预先沟通采访时要问的问题。当然当然。
しい。这边请。まずは2000。古いね。古すぎますよ。おいでやす小田。意外とか。这位也是你们的帮手吗？我还以为我人缘够好了，原来山外有山啊，真是失敬失敬。这边，哎，这边。哎，闲云姨。肯定是要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吧，走吧，趁你爸爸没看见。没遇上什么问题吧？别操心了，闲云。我就说嘛，原来那些都是演，为了帮我，连自己和自己徒弟的退路都不留，这才是真正的热诚待人。我还得多学。至于这下一步，啊，怎么了，佳明？买茶叶的钱，该不会是你们几个出的吧？这可不行啊！莫慌。垫付而已。没错没错，用宁光的话说，这叫投资。我们几个先把钱凑到一起，让夏洛蒂买下，当特色礼物带回蒸汽鸟报社。等他的报道写完，说不定还能帮助拓宽未来的市场呢。收回成本已经是小事了啦。哦哦哦，做生意的事我都是一头雾水的，但肯定不能让你们亏钱了，我还是给回钱你们先吧。好了好了，晚些再说。对你来说，现在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吧。嗯，这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件事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只是这势必又会麻烦到各位。说来听听。是啊，我们大家都是你的朋友，而且是因为想帮你才聚到一起。这种时候就别不好意思了。好，请听我说。明白了明白了，包在我们身上。那我们分头行动吧。除了要去做商量好的那些事，风筝比赛我也是惦记着的呢。既然肖都帮忙测试过了，我们也去买那个名字难记的装置吧，装在我的风筝下面。二位这是忙完回来了呀，上次的事还要好好感谢你们。我孩子他当天就跟着姥姥扎出了个风筝，还给我写了好长一封信呢，看把他乐的。嘿嘿，这你还是要感谢佳明。好好，我会的。二位是想买风筝吗？随便挑。风筝我们已经有了，想买一个那种，风单来的装置，有单卖的吗？哦，给，直接拿着吧。安装的说明在盒子里面，步骤很简单的。哦，这怎么好意思呀？收钱我才不好意思。祝你们拿下风筝比赛的冠军啊！好，那就谢谢老板了。装上了，那我们就去做正事吧。这样一来，事情都做完了，我们去找个好位置吧。
琪琪，我们马上就要到了。怎么？我们去找找他吧。哦，他就在那里，和他爸爸聊上了。
我就先回去了。哦，谢谢你，小妹妹。我们送送你吧。不用不用，师父就在附近。老爸，这次我先说吧。好啊。很精彩，看了那么久的武兽戏，连我也不得不说一句，很精彩。没想到老爸也有松口的时候。你呀，真想把它当事业做。对，我知道这会很困难，但是……那不重要。我是说，困难是客观的，但它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的决定，你的梦想，还有你的行动。想当年我……忆苦思甜还是留给下次吧。总之，老爸，我改主意了，这风筝啊，也该往更高的地方飞了。老爸，儿子，啊，是不是在……老是找不到机会说，其实对我来说，啊，好了。我想说的话，他们俩聊开了呢，就连我也有种大功告成的欣慰感。过去吧，那边。哎，可是我会再在驴月港待一阵子的。哎呀，老爸，去吧。好，回见，我走先。你笑得好甜啊。有吗？这没什么好害羞的啦。最初はね、後輩とかみんな上がじめね、有田君も笑いにしてくれたんだけども、有田君の楽屋行ってあそこで間違えてごめんしたら、まあまあガチ切りで怒られて。ちょっとね、少なくなります。これいいでしょ？まあそれはまあゲーム性があってね。呼びかけ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せーの。こちらでしょう。Yes。でも要は角が。我想去找嫌疑人，找帮了我忙的朋友们，好好多谢下大家。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就叫上大家一起。我们去放风筝吧。三人を見て花がないなと言い、一人10万円ずつくれた歌手とは誰でしょう。これは事実です。すごい。A 松山千春さん。さて飯尾は何をされた？